推出过 Snow Kids、Mind Blast 等作品的独立游戏制作人 Jonathan Passerasi 这次又带来了新的 2D 动作游戏 Slime Labs。玩家要帮助无助的史莱姆逃离机关重重的恐怖实验室。每一关只要操作史莱姆抵达终点，就算过关。一路上我们可以利用史莱姆软趴趴的特性，钻过狭小的通道，或是吃掉绿色黏液，让自己变得更大，跳得更高，甚至还能够撞坏路的墙壁呢。但要注意哦，就算变大了，史莱姆也不会变得比较耐打，只要不小心碰到陷阱，就会立刻被消灭掉咯。究竟这黏黏滑滑又有点难控制的史莱姆能不能成功逃出去呢？这一切就取决于玩家你的操作啦。